帅，而就算你不喜欢这种，至少也得承认超大超爽的车往往也超贵。例如这辆号称世界最长 SUV 的 D-Bin， 以 10.8 米的长度，十个轮子的造型，傲视群雄，简直全身都写满霸气和有钱二字了。一看到这辆造型如此夸张的车，可能有些人都猜出来它的主人是谁了。没错，正是汽车界的收藏狂魔，鼎鼎大名的彩虹酋长。因为太有钱太任性，他的车总是特点明显，大超大。这辆巨型 SUV D-Bin 是由奥时克式 M1075 军用卡车为基础，再加一辆吉普牧马人作为驾驶室组合而成的。为了驱动这台巨兽，还配备了一台600马力 15.2 升六缸的卡特彼勒 C15 柴油发动机，整车重达24吨，但跑起来依旧风驰电掣，一路尘土飞扬，霸气十足。在沙加车展上一亮相，迅速斩获了世界最大 SUV 的称号，引发了世界媒体的关注。而至于它造价多少，大家也不敢问也不敢说，反正肯定是个让小编不敢想象的数字了。而且它的车头这么长，驾驶室离得这么远，总觉得看路都不方便，更别说那一定超可怕的油耗了。但回头想想，那可是彩虹酋长了，人家哪会在乎这点油钱，这车也不会常开，而是好好的保存着吧。所以挑刺什么的就算了，我们就一起安安静静的吃柠檬吧。视频元素来自 Terry Benice， 用 Max Owner 创意公园翻译剪辑制作，感受最美的创意生活，请关注